搭上超富二退出娱乐圈 ，Vika 八亿男友大起底。之前系 G1 假特会被 Vicky 打到变猪头嗰个刘燕妮 Vika， 早两日就喺 Facebook 度发千字文宣布退出娱乐圈，话会同朋友做生意，有到外国进修咁。应该许愿意佢讲多都无谓啦。不过最近就有报道话，原来 Vika 退出嘅真正原因系佢揾到个内地超级富二代男友，男方系北京盈通投资集团老板石林个仔 Sky， 仲话佢系翻版方力申添啊。咁到底呢个超级富二代有几超级呢？即刻同大家结中啊 ！Sky 就喺美国留学翻嚟，而家帮老豆手打理生意，而间公司嘅饭数都唔少噶，由地产、酒店、高尔夫球场到能源投资，乜都做。公司资产高达八亿人仔啊！难怪见到女友变成猪头，即刻心痛，主叫 Vika 退出娱乐圈，跟佢翻大陆做生意。原来 Vika 所讲嘅做生意就系咁做，咁几时去外国进修啊？翻大陆又算唔算先？